是刚刚你哦，将会才九百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哦，1月13号西客站，西客站哦，15:14，那么是 C74哦，花莲发车，也有北回线。这里呢要有52+539圈的，也有500行圈的，在西客站停靠。我要在这边下车，然后拍那个432的泰鲁阁嘛，因为最近好久没拍泰鲁，然后来拍一个432泰鲁。司机是开启车门了。然后下面跟妈站门都对我们打交面。有100行圈的，有54+539圈的，在西客站关闭车门。112年1月13号西客站哦，12:12手牌是4174，在若雨。哎，在西客站，西客站关闭车门了。好，请开车，拜拜。用52+539圈的，在西客站驶离。两个字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好，谢哥，再见。